在那个《策来记》中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古人总结的啊，何之杖，我以前用的也挺好的，我给你再解释解释。啊，这个挺好的。啊，何之杖起何之名下父母及来一元见行客何之名下父母养才眼发动上时上何之名下有子孙庆荣福德尧仲文清何之木子孙六爻无见无神先写了写，我再解释解释一点点。有些是需要条件的，他这里没注明条件。父母及白虎临爻叫行客，就是说怎么知道从卦当中判断说他父母因为有病，这是说是白虎临父母爻，
如果再遇到刑克，就是你白虎林父母爻受刑受克，这是后边这是有条件的，所以从这个条件就可以判断什么父母有病。这个一般说，如果是这六亲，再一个是在三四爻，这意义更大些，在人爻啊，和人家父母亲。这个在三四爻和在人，就在人爻三四爻和这六亲时候意义更大。我何知人家父母样，父母遭殃，财要发动啥身上？其实就财要发动呢，克他。这个情况是叫啥身上？就是有是你白虎啊，你那个玄武啊受克。其实这发动啥身上？其实这个，其实是这个财要也属于父母的啥身上。就是说财要发动克父母，这个属于什么？父母的白虎受克，是不是？这个还要发动克父母。何止人家有子孙，庆隆福德摇动轮，知道怎么知道他家这应该是说有子孙，应该是天子孙。这家天子孙，这个当时你看一面写着天子孙，庆隆林的福德爻是什么？其实就是子孙爻。庆隆林子孙爻这时候在卦中旺相，说明家里骗人口了，明白吗？就是骗人口。庆隆不信德，是不是？您呢子孙爻旺相就说明家骗人口，明白吗？尤其老年人来预测了，就是天顺子。要是说年轻人刚结婚来预测呢，就注意，容易骗，家里骗人口了，是不是？骗孩子。何止人家戊子孙，六爻不见福德来，没有子孙就是子孙爻不上卦。这六爻不见福德就是不上卦，戊子孙就是六爻要怎么着？福神，所谓福神就是子孙爻不上卦，明白吧？福神没有，何是人家子孙急？何是怎么知道人家子孙有病？父母摇动来行事，这个也很明白，是不是？何是人家子孙有灾？子孙在，白虎当临，福德来。这个白虎临什么？子孙爻。条件的受克啊，要不受克临着，往往是有小的病伤之灾；要是受克，就是再大，明白吗？他是临白虎，要不受克来测子女，往往是有什么小伤灾。何止人家小儿子子孙坑亡加白虎，咱那天测那个什么内卦测子。自己走使卦象，是不是？子孙爻风控扶着，是不是？就是临林白虎的卦，忘了。子孙控亡临白虎，控亡临白虎，白虎主什么？丧，主白事，控亡没有了。这是条件，你在以后遇这个时候，测这个不但是测来意。你要测来抑郁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你要测事儿、测子女什么事儿，都死于这种情况下，容易有什么？有死亡之患，明白吗？以后啊，这个我与这个啊，你要仔细琢磨，确实挺有用的。何止人家气牛在，
林兄弟邓少才。这个没事多看看就记住，不用死记硬背，理解这种记忆。名叫姓有运，庆隆，林才，片喜人，这个名家如气势。气气，气内外两财，望相君，你像我所以写的写的侧身吗，就会反映什么事儿，明白吗？他要不测这事儿，他可能就不一定是这种像，像测婚姻，就这种像两个妻子，明白吗？像不测婚姻的不一定啊。何至人家损气房？盖鬼落空房，何至人家宋氏兄孔王冠鬼木秀秀何至天涯雀虎石室鬼来福何至人家望又定又亲母亲吉神记挺快的，我比挺还比挺。啊？何至人家气犹在？怎么知道？这测条件是测什么？测气色啊，测婚姻才能弄看。他不气，不这么测，不用看。白虎林兄动上台。
由白虎林兄弟发动的，是克财，这就是什么汽油债。他是测这个事情，这个条件何止人家气有运，他要测气字，庆隆临财，天喜来，天喜。那么庆隆临财，这个就属于气字有喜，是不是？怎么叫天喜人呢？是不是？天喜的就。子孙爻在天爻，如果子孙爻在天爻，子孙在天爻，明白吗？子孙在天爻，在五六爻，有时五六爻人才呀、啊，这叫什么？天降之才，是不是？这样的子孙也是天降子孙，是不是？这个意思。再早就讲就是什么，你这个怀孕呢、啊，是天上这个某个神仙也好，或者什么投胎，是不是？所以一看叫年轻人，刚结过婚，测试，你看这个，这就是气能临财，说明什么？这个妻子怀孕了。何止人家有妻妾，这是现在就可以有小老婆，是不是？有外遇呗。那么内外两财旺相的，内外两财都旺相，内卦外卦，那肯定有出现两财，肯定是两内卦外卦，对不对？那不可能都在一卦，内旺是两个财旺相就可以决断。现在就可以说，出现这婚姻，就会出现什么？官宫两财，说明什么？他有两个女人，对不对？现在不一定说有妻妾，现在不允许有妾。但是又不合着有情人，就是合着人家有情人，内外两财往下去，对不对？何止人家损气房，这气也是有损。财爻带鬼落空啊！怎么叫财爻？财动化鬼，而且什么风空换鬼爻空亡，明白吧？财爻发动化鬼，换鬼爻风空。你看这种情况下，就是损气房，就是气变成鬼了，没有了。这是什么？这是相意，是不是？这是那种相意。如果一看测妻子测婚姻，看财爻带鬼落空亡，有两种相。再早可能是很少有跟着男的跑的，对不对？现在一个可能是跟着母男跑了，跑没影儿，另一个就是死了。你妄想了都跟男跑了，绣球呢就死了，反正跟着什么跟着鬼跑了。你妄想是跟男人跑，你绣球了就跟着鬼跑，反正跟惯鬼有关。所以你有时候测婚姻测什么事，一遇这事你就敢断，明白吗？尽管就断，所以这个有用啊。何时人家宋师兄，何时怎么是人家打官司？有那是来测官司，他来条件来测官司。空亡冠鬼又封又绣球，说明冠鬼空亡又封绣球，说明呢官方不管这事了了，是不是？他就测。测官司一看官鬼空亡，又逢就说这官司已经发了，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官鬼空就说你管管事了，绣球了，就是稀了，是不是？宋氏稀了，何止人家宋氏多，
灌死我。杜鹃儿白骨失事，鬼来补，喝着灌鬼比白骨的杜鹃失事，明白吗？灌鬼的白骨啊，喝着您杜鹃，这都属于什么？您讲这个宋祖，您满脑袋门子灌，是不是？一个杜鹃白骨吃事啊，就是满脑门子灌死，你呀是满脑门子灌死。这话能听懂吗？能。有人经常说是满脑门子灌死，是一身灌死，是不是？何日人家忘六定，六亲有气，吉神无灵。忘六定，什么叫六定？诸葛亮、子女啊，哎，对，六十余。这个定就是人定。人定啊！我不管小孩大音，不管小孩大音，这子这六亲都望向有气，是什么吉神灵？就别临白虎，哎，临年青龙啊。临白虎有啥？不发动白虎。临白虎有啥？旺嘛，你得旺六丁，就是不临那什么？不临白虎，不临那个玄武在这儿。哎，把玄武白虎看到什么不好的星，临青龙好，叫吉神呢。哎，青龙中有喜呀、啊，忘了。嗯，这都讲究，比较讲究人定性旺。这是测平安，遇这种事儿，看，投旺相就平安。人定性。何止人家？进人口，庆隆得位临财首，庆隆得位临财首，何至人家大富豪，大豪富啊！大豪富，财要旺相有军库，何日人家天地正？人家田地种，构成入地子孙林，构成入地子孙林，何止人家进产业，庆隆临财旺相火，庆隆临财旺相何止人家进外财，和是人家进外财，外挂龙鳞财富来，外挂龙鳞财富来。
何知人家喜事临，人家喜事临，庆隆福德在门庭，庆隆福德在门庭。何止人家富贵场，富贵场，场什么？不是场戏的场啊。人才旺府。庆隆上，接着写。这是把吕呢，是唱。人家进人口就是骗人口了，一般就是结婚娶媳妇儿，是不是？嗯，庆隆得位，什么庆隆得位啊？姚卫正，得位，而且呢，人才，就是才要人庆隆卫正的情况下，这容易什么？进人口，就是家里有结婚。位是魏正，何止人家大宝整个卦一测，这个人是有钱人，是不是？财呀旺相有九库，什么叫财呀旺相有九库？财呀临库呀旺相。何止人家天地正？怎么知道人家他家里有什么进产业进田地了，又可以购买一些田地了。构辰入地子孙临，构辰爻入地就是在地爻，明白吗？就构辰上子孙爻临构辰在地爻出现，明白吧？初爻二爻都是地爻，对不对？那个子孙林的林庆隆是在天爻出现，是不是？就是在地爻，那个就是骗人口，这就是什么？在地爻林构辰呢，就是骗田土了，构辰土田土，是不是？何止人家进产业，家里又进一些新的产业，庆隆林财旺相，就是说，如果是说。庆隆临财旺相，容易家里进产业。这次测事业，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进产业，对不对？测婚姻呢，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就是结婚，对不对？你看，这是进人口结婚，这是进产业。其实都差不多，是不是？只不过这一个是一，就是看你是测什么事儿，明白吧？何止人家进外财，那外财肯定是外卦了，庆隆临财，临财临子孙，这两个都一样，或者临财，或者临子孙。您财福来吗？福财和福是什么？就是子孙爻。
有外挂庆荣民财或者庆荣民资顺出现的时候，有外财。外财也属于天财，对不对？天阳财。何止人家喜事临，又有喜事了。他来摇卦一看，又有喜事。庆荣福德在门庭，门庭是哪样？三四爻。哎，庆荣临子孙爻在三四爻出现了，说家门什么有喜啊？这挺准的。尤其特流年卦的时候，你不把它按对，你要信能力服看这门前有喜事吗？你就看他年龄，他年龄挺大的，就是儿女结婚，或者什么儿女有天结完婚的，就可能又添个小孩也是喜，是不是？嗯，或者又怎么着？或者家里又考学的，正常去了。不要画回那回头客，没有画回头客吧？你条件都不能画回头客，回头客不算，就按定日子有事，他也有这相。你像今年有个都考上一本的，有个哥丧吧，哥丧都是同岁的，属于什么？三胞胎，老大、老二、老三，考的分啊都是点分。628、627、625，这哥仨是三胞胎，全考上，全是一本。还有一个哪一个学校一个班儿啊？可以有20名都考上那个清华大学，这一个班儿20多名，哇，了不得。650啊，700多分，700多分。700多，700多，还有个哥俩，有个哥俩被保送到大学，保送到清华，了不得。可是人家富贵昌，人家富贵，就是临财旺福，庆荣昌，就是说庆荣临财或者庆荣临子孙旺相，反正庆荣临财的子孙旺相。不是骗人口就是骗产业，对不对？不是骗人口就骗产业，咱属羊就是临构成就是什么骗地。多看几遍啊，就有印象。要是一用是马上就弄，不用使劲可以啊。我的印象就是勤看。再说没事啊，到时呢，你自己弄个复读机也好，录音机录起来，录起以后没事在家放，常放常念能就记住了。何止人家慎无意，何止人家慎无意，孤寡老人呐。卦中福德多空啊，福德多空啊，何止人家造破损，玄武带鬼二爻坤，带鬼二爻。何止人家过破漏，过
破了，再倒可能是人家穷的锅都破了，现在有很少了。玄武入水鬼来救，何止人家不迷信，何止人家不迷信，富养富入庆隆，妄想何止人家物语败，富咬白虎绣球怪，富入白虎绣球怪，何止人家木有粉坟墓了，哎呀，木有凤不惧欺人，白虎孔王训四公，何止人家木有水，坟墓里有水，白骨控王林害子，林害这个肾不义就是固化，是不是？或者没有厚，哎，何日呀肾不义？化动福德罗孔王，就是子孙呀罗孔王没有厚。如果财富都罗孔王，没有气质，也没有厚，明白？如果财富临孔王，那是真是又没有气质，又没有子。固化之人。这个测终身运气了也好，或测什么，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没有气。有时候有财旺呢，是有气没有子，就是肾无义。再早是什么养子为什么？养子是为什么？防老老吗？养子防老，哎，是作为肾后有个依靠，有个依托，哎，做个向佐。何止人家造客子，人家因为造客子，玄武带鬼二妖魂，这个是形容词，玄武临鬼带二妖，就是二妖是宅，是不是？就因有客子，玄武主葬，是不是？家里跑人烟，家破人亡的行。这玄武灵鬼在二爻里，家里比较破烂。何止人家过破破漏，现在很少了啊。玄武入水鬼来救，玄武就是亥子水临犯鬼，在临玄武时，这个条件是在二爻，也是在二爻有也有个象，就过破。何止人家物欲信，就该信房了，是不是？有信房，富如青龙望向镇。如果什么富爷望向临青龙时，说明什么？夫妻。如果夫妻绣球临青龙呢，说明是旧房又重新装修，明白吧？
他要测住宅的时候，这个一看富阳林青龙卦象，说明是新房。如果是绣球林青龙啊，那就是说重新装修，这相反。何日人家屋宇败，家的房子破败。富阳白虎绣球怪，就是富入白虎，富阳林白虎还绣球，白虎有破损之象，房子破损。在人身上，如果临人呢，就是身体有损；临房子呢，房子有损，是不是？何日人家木有本木有风，怎么这个地方呢？所以不聚气，招风的地方是粪口的地方。白虎空亡，你在临着了，在巽卦离空亡，或者在巳卦里边，这是巳卦也是巽宫，是不是？巽也主风，对不对？东南方嘛，巽白虎空亡在临什么？临巳或者临巽卦，要测这条件是测风水，测坟地风水，就说明啊，这个坟地这个风水招风地方，不聚气，散气之地啊。白虎空亡，你他妈巽巳，何止人家要测风水，坟地风水，坟地这墓里有水呢？白虎空亡临亥子，这个临巽巳是招风，临亥子临水呀、啊，就是说这坟里进水了。如果是白虎空亡临木呢，有树根呗，对不对？何止人家不像家里不供奉像佛，卦中六爻不见我，何止人家屋风水，风水不好，卦中六爻不见水，何止人家分两户，一家这一家住两户，你拿出租给别人，是不是？卦中必主两从火，何止人家不供佛，进而落空，进而落空，进而落空，空房子。进轨呀、啊，进轨摇落。空亡绝，进鬼摇落空亡绝，何止
人家养性何止两人家养性俊，两鬼妄想挂中退，何至人家何至人家是有两性，这是两性工具，这个思想，何止人家，何止两性工具物，两性工具物，两鬼妄想挂中飞，何止人家有两性，两从父母。挂丛林，这是说两性共居于一室，这是说一家有两性的，家中无相活，就是不供奉相活的，就是卦中你不见火，他要测什么？测家运，出现什么？卦中无火的，家里不供相活。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家里住的地方比较阴暗，明白吗？不朝阳，也是这个相啊。人家风水，家里没有什么好风水的意思，是不是？卦中六爻不见水，卦中爻是卦，测风水也好，测家运，测家运也好，卦中什么？如果不见水爻，就是这地方不是有风水的，不聚水，不聚气的。可是人家分两户，这一家有两户的居住的，怎么样？卦中必出两重火，两个烟囱啊，嗯，两重火，一看两个火窑，可能这家是吧？这一个户，这一个房子居两家，就像两个副眼嘛，眼是不是？何止人家不供佛，进窑落，进鬼窑落空亡绝，就是进是鬼窑所落空亡。为什么是进呢？是西方，佛指西方，是不是？西方落空，就说不供佛，不供西方这个什么佛，对不对？东方是道士，西方是佛。对不对？现在供道士这方面的，供太上老君几乎没有，是不是？他供佛、供菩萨多。这他落空亡了，进窑里鬼落空亡，就是这种相。哎，说明他家不供佛，或者游进人空亡了，或者身体里空亡了，离观鬼人空亡，就说明他家不供佛，不信。何至两性共居屋，两个性共居屋，共居一室，是两鬼妄想挂中飞，两个官妄想挂中飞，退开。你这来说，
所以两轨两付的情况下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有两个姓，不是一个什么一家人，不是一家人，明白吗？不属于一家亲，不是一亲。你看，何止人家有两姓，两重父母，挂父母又都是两个父母，是凡是两挂两付的，是家运，就容易什么家住两姓。说妻子跟咱不一个姓，那算不算？不算，是指什么？和你毫不相关，不是亲戚，是不是？这家族两姓，这有时挺准的。有那两户住呢，有可能是一家，但是分两户。何止人家？忌乱敌，忌乱叫，不到时间就叫，有时正午就开始叫了。腾蛇，有时候公鸡啊，要是白天叫，一般都一定有事儿。路有不许移，这在农村呢、啊。何止人家犬乱吠，腾蛇陆许又逢鬼，何至人家见口舌助却时事鬼未所鬼未所，我这个字念错，鬼未对鬼来联络你，何至人家口舌道，挂钟助却带木消，助却带木消。何至人家做正经，助却兄弟退失应，何至人家小人生，家里犯小人了，玄武灌鬼动灵身，灌鬼动灵身，合着人家遭盗贼，盗贼图，你看，都是人家盗贼图。玄武林财鬼望福，鬼望福。
何至人家在或至鬼林应得来客室怎么知道你这个在农村有时候鸡乱叫有时候人呢啊就是说公鸡如果不按时间打铃啊有不少人都挺忌讳的就说明家里容易出现什么不安之事出现不平安之事了有没有听没有这种说法没有在农村有那样就是鸡啊如果不按时打铃就是恐怕家里怕有什么事儿，所以可是人家忌乱的，这是腾蛇，腾蛇就是蓄网，是不是？入有不蓄意，只要是腾蛇的是吗？有劲，哎，他容易有这样的事儿。好，休息一会儿吧。